哎呦，我小高，点解我做蛋黄哥的冷清史莱姆？你知影最后变安怎无？今麦已经变成安尼啊？为虾米呢？因为恁留言一直甲我讲爱加啥爱加啥，我说哦，超好耍，我就去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加，最后变啊，这大只。我加颜料落去变蓝色的，你看。哦。啊，我咧想啊，这物件吼。唔知发度保护卵无，我著甲卵包伫中央放入去，甲包起來。嘿嘿，哎，甲包起來。我甲卵包起來，啊，等下涂骹看安怎。啊，我今日碰到涂骹会乌去吼，所以我用保鲜膜甲包起來，保鲜膜。OK， 好，我来甲伊等落去涂骹看卖，看会破去无？好快，来看有破无？哈，保鲜膜破去，来看卖，两。哦，看看看，好，拢无代志呢。即个人我要等伊，我互伊来来。来啊，准备啊，嘿。看无来钱呢，即届呢，我要为二楼等来看卖。嘿，收花无花？啊！我破去啊！我感觉我袂当失败一届就放弃。所以呢，我要来挑战第二届。啊，这届呢，我甲头拄个史莱姆洗洗咧，啊，结果即摆变安尼，哦，洗了讲变安尼啊。啊，我这届吼，先甲卵放入去食链袋内底，安尼就算破去，啊，咪还佫会当食。尽量啊，尽量莫互有空气。啊，放入去。好，就来等一包吧。好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每个礼拜拜三拜五拢有新的影片，想看更加侪影片，会记得甲我订阅落去。多谢，再会。是内底已经脆去了。